要跟大家介绍，刚刚有特别介绍，就是说我们有，因为我们有这个萨克斯风学校的乐器之后呢，我们学校就开始有了小朋友的萨克斯风乐团。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大秀国小的学生的萨克斯风社团。可是我们今年好像毕业了很多学生，对不对？对，因为我们今年毕业了非常多的学生，所以我们今年的新生目前还年纪小一点，刚开始在学哆瑞咪。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几个旧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来掌声欢迎我们剩下的仅存的四位旧生。好，来，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秀国小学生萨克斯风社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这个他们的曲子小朋友比较喜欢哦。
小朋友吹的曲子不太一样，对不对？好，接下来他们带来的第二首曲子是《青苹果乐园》。陈国斌主任对萨克斯风乐团的指导。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大秀。